直播啊，又一个啊，千万级别的号啊，估价展示。好，弹幕抽了啊，来咱们看一下这个号啊，有七只战火穷奇，但是能显示的只有五只，获得十次以上呢会有新的颜色啊。来，梧桐来一个千里，又一个千万级别的超级服战号估价展示啊。从头开始看，175的普陀山，人修5000，猎术的话再加上个500，宠修的话加6400，辅助技能满强身、满强壮、满神速，再加上一个啊2000啊，四打160的话再加上一个啊2000块钱，师门技能1400块钱，化胜9层的话10000啊。啊，4388的成就不加钱，限量祥瑞830啊，经验835亿，用这个6.5啊，再加上一个2啊，再减去个2，加上一个65000块钱左右的啊经验啊，差不多啊，835亿啊，想哥这经验刷的稍微有一点点啊，有点慢啊，给他扣一个55000啊。战火穷奇的话，老板有7只啊，但是只有5只能加钱，加上一个50000啊，然后再算其他的啊啊，血魄的话200啊，这个小兔子不加钱。玉指扶阳再加200啊，冰晶魅灵1000啊，九尾冰狐1000啊，几只啊都算5只，只要他没到10只都算5只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这个萌动猪猪给他多少钱？金猪能加多少钱？你们知道现在抢一个天使猪猪一个老板花了多少钱吗？可能你们不知道啊，我给你们透一个行业里的内幕啊，这一个赞是2块钱啊，成本价是啊、几毛啊，成本价是几毛，然后工作室往出卖的话大概是2块钱啊，所以说一个到后期一个猪的话得花多少钱还真的不好说啊，近期也没有出猪，仅为了抢天使猪猪就有人花了好多钱啊。在区内收游戏币收比较便宜，但是你得有人工有传音钱啊啊，所以说这个金猪啊加多少钱不说，不好说，我的金猪号也已经卖完了啊，我的金猪号在七哥手里啊，七哥是50万拿的，然后转手有人出75，七哥没卖啊。出75的人是个特别有牌面的老板，就是说话有一说一，不是说像普通那种啊还完价不买的那种人啊。嗯，金猪你们觉得加多少钱啊？你们说一个金猪的价格我写上啊，你们觉得加多少钱就行了啊，比较中庸。50没有那么多啊，一个祥瑞怎么可能50？50太贵了，50太贵了，这个普陀没啥神器，跟我龙宫能一样吗？龙宫28816段神器全满，他这就一个金珠女号，你们要加50万太过分了，原来加10万，现在给他加15万啊啊，15万估计金珠抢不掉，加上7个战火穷奇啊，我看算到金珠了，接着算哪啊？女号跟男号哪个之间？肯定是所有的这种啊，限量祥瑞满限量祥瑞号都是啊，女号男号之间啊，500再加上一个1000啊，狂杀的话以后会越来越多啊，狂杀以前刚出的时候你们非得让我过3000-5000，我说我不的，这只宝宝以后越出越多，顶多给他算个1000块钱路费，当时你们对我啊，对不对啊，爱答不理啊，今天会让你们知道金珠越来越不是那个啊，鲨鱼越来越多啊，老王衣服到了啊，七个战火就值这个价啊，不谦虚嘛啊，其他的祥瑞爱有没有送了啊，这孩子厉害啊，这孩子一个马化腾一个马云啊，我们三个联合起来啊，对不对，中国没有人可以跟我们抗衡啊。啊，我看一下啊，两个孩子啊，一般来说如果没有特殊技能的话，起码一个要达到7000块钱以上，我不太会看啊，但是我知道大概的价格啊，两个14000，四个格子呢它是8个战火穷奇啊，四个格子再加1000啊，金丝 ID 有没有？有金丝 ID 再加3000啊，召唤兽12个格子啊，再加1000啊，兄弟们，我这么估完价，如果想哥要干我的话啊，你们替我求就行啊，我深感不妙，金猪估了15万，8个战火穷奇估了5万啊，我是酸吗？是的，我一个都没有，你8个，16斤8，老刷你啊！3000万战神也是紫禁城干的，你这战火穷奇啊，我跟你讲，起码有我啊，有我一部分功劳啊！老干钓鱼岛，老干钓鱼岛啊！也那么巧啊，总是在关键的时候遇上啊！神器的话，给他加上一个。啊，12000为主啊，36000啊，金药利金没给他加。好了，先看下括号的价格啊。这个括号估出来的价格，他是一定不会卖的。
看看好了，加36,000，加1000，再加上一个3000，再加1000，再加14,000，再加1000，再加1000，再加500，再加150,000，再加1000，再加1000，再加200,000，再加200,000，再加50,000，再加55,000，再加10,000，再加14,000，再加2000，再加4000，再加6400，再加500,000，再加5000啊！空号估了个35,000，来一车的兄弟们扣个一啊！35,000真的要被干啊！35,000，我都想买10个啊！现在来一组10开啊！